因为毕竟我在异国他乡，拿出一些我认为我可以帮到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如果没有父母的，哪有我们的今天？哪有我们？这就是安闲。我说的每句话都是发自我的内心。哎呀，我现在真的是一想起要回国啊，我就兴奋到不行。这马上离14号越来越近了，我这个心啊真是激动到不行。一切该准备的都准备了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所以就等着我妈妈14号的这个面签结果了。我看评论区有个别的朋友是想看看妈妈的房子装修的进度，好，再来给你们看一下哈。好了，现在就差吊顶，然后还有影视墙、柜子，还有厨房，还有门，就是木工的这一些还没有完成，还有酒柜，地板呢也铺好了。月底还有差不多20天，然后呢，装修公司也收了，差不多可以完工。所以说，月底我也回去了。就算我父母拿不到签证，那回去正好也装修完，我把内饰一些需要的这个软装家电之类的给他一整理好，然后在家再小待那么一段时间，最多也就一个月，我就又回来美国了。如果我爸妈拿到签证的话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美国，想一想都很兴奋。然后还有个别朋友问房子是写的谁的名字，写的我爸爸的名字，我父亲的名字，因为他是一家之主嘛，本来是打算写我妈他们两个的名字，就是他要很多事情让我妈妈也跟着跑，就想哎呀，那就写我爸爸一个人名字吧，就让他一个人跟着，因为我爸一家之主是吧，写不写他俩的名字，反正那房子都是他俩的。至于说我爸爸想留给谁，这是我父亲的权利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他如果觉得说啊，这个房子是我大女儿买的，他想给我，那是我的。至于我要怎么去支配这个房子，那就是我的权利了。如果我爸爸说百年之后他留个遗嘱啊，这个房子归你弟弟，或者归你两个妹妹一个弟弟，那我就听我爸爸的，我一分钱不要。这个就是既然说是给他们买的房子了，那就是支配权在我父亲，因为他第一是房主，第二也是我们家的，我们小时候为我们撑起了整个家庭的顶梁柱，所以说我爸爸有任何支配这个房子的权利，这是我这样想，就是也是这样做的。如果还归我，那我想的可能我就跟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去分一下，一人一份，他们要不要是他们的事情，就是这个视频可以做来当做证据，就看以后这个事情怎么发展了。说句实在话哈，真的我觉得我什么都做得很好，唯独是一个不孝顺的女儿，就是对父母的这种孝缺乏了很多。因为毕竟我在异国他乡，比如说逢年过节我要去看他们的时候，我没办法去，为啥呀？太远，我不可能
过个春节回去了，过个啊这个中秋节回去了，不现实是吧？所以在这方面我最起码就缺乏了很多的对他们的孝，所以我拿出一些我认为我可以帮到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比如说孝敬父母，它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？如果没有父母的情况下，哪有我们的今天，哪有我们，我们都不存在这个世界，这就是安闲。我说的每句话都是发自我的内心，所以每当我跟我父亲打电话啊，我就告诉他，老爸你啥事别操心啊，就负责跟我妈你们两个的健康，其次就是快乐，其他的啥心都不用操，因为你现在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长大了，都成家立业了，你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再操心的时候了，现在是我们为你们操心的时候。所以安闲啊，不是给大家说这么多哈，并不是说我在向你们炫耀什么，炫耀说我给父母买了房子，并不是这样。我希望就是用我的这种心去感染一些就是我认为能感染的人，仅此而已，也仅供参考。你们有能力了也可以这样去做，没有能力了我们就做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，仅此而已，无炫可言哈。所以今天就聊这么多吧，然后呢房子也给你们看了，25号我都坐飞机回去了，然后呢到月底大家如果没事了可以来开封，安闲请你们吃我们地道的黄河鲤鱼哈。好了，拜拜，今天就聊这么多哈，明天见，祝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，拜拜。